明日沙田打比大赛，金昌六十能否三连霸？明日第八场便知。第一场四号雷电勇士，韦达新马上场用雷神初出第四，雷神经常摸实此区，看似十分看重，上赛后再试谷集，今次大赛日热都要食。第五场六号大合士，上场初用薛恩即放入第二，与上年十二月第二次出赛跑法差不多，看来三班一千两百应有一定实力。今场放头马不多，相信会轻松带头，分分钟直路放甩。